哇，我们来到这个是万大牧场哺乳室。对，这边真的可以喝到那个新鲜的牛奶。走进来呢，我们可以踩到这个绿色草皮的地毯。对，然后可以看见有木头的桌子啊，然后懒人沙发。另外呢，上面可以看见漂亮的植栽，会让你大家感觉有种放松、亲近大自然。可是这个里面呢，不太设限那个。 天气变化，很好打卡，然后跟姐妹们啊或家人来这边，拍照啊聊聊天。他就用一些假的植物啊、假的草皮，让你营造出草原的感觉，然后配合着假的女神的介绍，就非常的贴切。我是真的，相信我，难怪这个不是我介绍。君君今天火力全开，没有，今天。 今天比较有精神，昨天跟前天太累了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到这边干嘛？一样是三队嘛。是。好，三位女神要念歌词出题，然后每回合各派一位男队员看完表演后写下答案，答对题数较多的队伍获胜，共进行六题。哇，然后前两名吃东西，第一名还可以听女神线索。叫我们要加油。抽到的歌有关系哦。对啊。然后女神除了。 念歌词之外，还要盲抽表演题目，比如说歌曲是如果可以，然后你抽到杨婆婆，你就要，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。他如果不知道杨婆婆，你想不到，你如果出一些太 old school 的角色，这很流行哎。杨婆婆老师说。 真的有点老，听过，但是可能不知道。只是举例啦，不会有这种。哦，没有哦，那就放心。所以表演的人很忙就对了啦。对对对，今天女神比较忙，因为是真女神真多赞嘛。对对啊，假女神就是想要装是自己是真女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真的是真的，我跟大家做到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真的就真诚最多。对了，也差不多啦，因为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也一半了。 就删掉了一个，从二选一这样也我们也是对的啦，也是好的。对，就从二选一的选一个。那至于第一个被删掉，我们就没关系，反正就让他自己在那里讲。对，忽略掉就好。他们来第一次来真的会相信。其实我蛮想听他们两个讲话，你可以不用说那么多。OK， 女神表演赛即将展开，而且我跟你讲，她在她这个三个女神站在那里啊，她们现在已经互相有火药味。刚站在那里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她们站在一起有那种三个是身高一致有女团的感觉。然后君君马上开火，就说花花哪有花花是因为毛毛戴比较高，好不好？她是那个头绑的比较高，好不好？今天君君真的火力全开，我觉得所有的那个火都是建立在早上没有人选她，她就一股火。最后一个表演方式。 对，这一首歌你会看到三种表演。OK，君君，你的表演方式是什么？来，什么？心爱的球队被对手击败，他是所有的过程都要这种表演。他的歌曲的部分就是这个。哦，他心爱球队就是中信兄弟啊，跟男朋友撒娇，好适合你哦，好棒哦，好适合。 超适合你的啊！我想踩在你的脚上。你不要，哎，这就是平常镜头下的他。真的。对。跟粉丝合照时偷偷翻白眼。哦，这个好玩哦。其实还蛮好玩的。不屑，高冷。好，君君开始哦。第一题，请开始。又来到这个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。 寻找着失落的沙洲，谁时间跟海浪飘？什么啦？我用力的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。蛮难的耶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。 哈哈，只是又当一个人看，回头才发现你在，留下我迂回的徘徊。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又把回忆翻开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敲我爱？对呀，就是这首啊，就是想不到歌名啊，我要表演，嗯。 那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没有人加，你为什么加歌词啦？没有，忘了吧。
太奇怪了，有点 too much。只是当又把爱意回翻回，又怎么变生气了？没有，我们这是我自己在试一下撒娇方式。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教我？你们三个在那边，我觉得好像看三个喝醉酒的女生，对，就是三个已经喝翻了，然后女生在那边，就是感觉你们是大学同学会，然后三个喝醉了要上去表演这样子，很像哎，我们要镇定，很像自己玩得很开心，然后我们这边一脸疑惑这样。我们等一下好，第一首歌结束，表演得很好啊，前面是讲到歌名啊，对，我猜的，好来那个你的答案，对，靖伦，失落沙洲。王仁甫，空白。为什么？李子深，失落沙洲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歌名呢。他刚刚有念，第一句就有嘞，第三句就出来。第一句。刚好徐佳，这谁的？我同梯了，徐佳莹。哎，下一个。这要是我答，我也不知道。角色重。好，来，那翁之曼，来，翁之曼先亮牌。我怎么都抽到这？上厕所一半门被打开，还有哇，好惊悚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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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搭电梯主谋偷放屁，但嫁祸于你哦，就是不是我哦，被误会，就跟那个我是真女神被误会一样。这个你应该好揣摩啦。好，来，君君，怎么？冬天在北海道拍有没有？好像也是你好，我认识啊，就是你呀，就是你。你先去换衣服啦，对啦，你要换衣服啦。摆一些 pose 好，你们先模拟好哦。可以，好。来，请。我先吗？我要换一下。Action。过了银岸，欲和别人结婚，听讲你已经有和别人的子孙，结果嘛，是行到最后一步，阻止你有哦，我有妹。勇猛，什么？我都听不清。你在讲文言文吗？文言文哦。生气必失，你是台胆甲有春，助着我是你好命的天分，助着我是你好命的天分。结果嘛，是行到最后一步，着是月头走。莫格在耽搁，你好像在做那个健美先生哦。是衣服的问题。明知你是，无知你是柱头位，我想欲听你温柔的声音。以后我会当作母别你，无杂的过去。重点来了，副歌了，若是比功。是我来牵起你的手，卓无是正马，是依来完成你的要求。若是比功，是我对爱情不相让，你可能会转来坐火的所在。我爱你，问题是你不是我的。最后，重点。我有瘾无知好歹，阁想欲爱你一百，真的很难。三个人一定都错啊，因为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了。这是台语的啦，一看就知道是台语的。那个我刚原本有一个答案，但结果最后一句出来，我觉得我的答案是错的。哎呦，西元记有答案哦，目前只有圣就在写哦，好像有听到什么坎利也丘，然后什么勾几拜什么的。我不晓得这样对不对，我只知道。好，从西元记那边先翻牌。再切你的一手。还是台语啦，再牵你的手。哦，爱我的，再爱你一次。伤心的所在，答案是割爱你几拜。哦，那就再爱你一次啊。对啊，算对。算对，因为他写中文。副歌你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想说，他讲五个字，然后我就想到最后一句刚好是割爱你几拜，蛮适合当歌词的。所以现在目前是怎么样？黄队有答对哦。黄队两分，蓝队一分。黄队两分，蓝队一分，橘队零分。对啊，哦哟。拥抱狐臭运动员却不失微笑。哦，这好痛苦啊！这个很有层次哦。很有层次。中乐透头奖，但不想告诉别人。心目中的男神变渣男。好，来，这一首很，我觉得不行。
不容易。你说新歌真的就蛮难。对，蛮新的。你干嘛？好，干嘛？哦，好。阿健，阿健，好烦。等天崩地裂的那一瞬间，待他破碎了，睁开双眼，无处安放灵魂，只能降落。他们句子都断在若灵魂相识在天地之间，泰山盟海是一场惊觉，没有你的世界无力承受。你像神经病，我表演得很好哎，你不要断，快不要断，不要断。八情绝爱的最后，指尖缠绕的温柔，化作一把锋利的剑，刺向了我。还没听到副歌哦。绝爱，模糊光阴距离，连时间都暂停，全都是因为你。确定，你是心中唯一。说再见，对不起。什么？你不要一直笑着讲话了。哎，我讲话了。他在表演。讲话。哎呀哎呀，什么？他这个是表演。你这种都看得下，你懂吗？我问你，你中乐透你会不会笑？我中乐透你会不会笑？你别理你。因为张君龙我们看得很辛苦哎，中一亿也会窃笑吧？该吧？你要憋住，你那个太明显就是中啦。好严格哦。你是心中唯一，说再见来不及，开不了口的惋惜。最后了，嗯，已经最后了。对，已经最后了，来不及。没了，没了。That's all。最后一句就是来不及。很难。刚刚有一个重点，有两次重，有念出来。歌名两个字。或许有迹可循，加油！完全就乱猜，好好，加油加油！一、二、三，哎呦，两个人答案一样哎！哦，我听到这叫只有这两个字比较适合当歌名，两个字对啊，比较哦，锋利嘛，一个 title 的感觉。所以正确答案是绝爱，绝爱。你们知道这首吗？是哪一个绝？它是苍兰诀别那个。真的都太新了啦！是谁的？飞呀飞，好难哦。这也不错，至少你知道绝爱。我现在有一种考联考但没有读书就去考试的感觉。走，伸展台，点了狗吃屎，强装镇定。我支持怎么讲？对，被看到。好，粉丝见面会被酸民怒喊过气，就开心完到变脸，开心完变脸，尴尬那种。对，君君的是被孙协志附身后，对协助女神放电。被我附身，被他附身，所以我要演协志哥。协志哥，你要想象自己是孙协志就对了，你就一直碎念。你挑眉好了，你先。那就等着沦陷吧。如果爱情真伟大，太简单了啦。我有什么好挣扎？难道我比别人差？这很简单哎，这首。谁要周末待在家，对着电视爆米花，想起你说的情话。哭的眼泪哗啦啦，七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小心，小心把手机传。八个呆，小心，小心把手机传。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，跳出来。七个男人，七个傻，八个呆，九个坏。还有一个人人爱，还有一个人人爱，姐妹们，站出来。哪来的折叠伞啊？你跟折叠伞，孙贤志已经跟折叠伞画上等号。你下雨会不会带折叠伞？对，我们节目都搞到这种程度了，折叠伞厂商还不来找我。这个其实第一句出来，大家就有就知道是哪一首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，歌名我认为有几好几种组合。对，好，孙健，我先吗？你的答案是姐姐妹妹跳起来。姐姐妹妹跳起来。先，孙贤志的是。姐姐妹妹站起来，姐姐妹妹站起来，开，姐姐妹妹站出来，站去哪里 ？OK， 站起来，站出来，跟跳起来。其实我跳起来，对，跳。好，所以答案是姐姐妹妹站起来。我对吗？答对了。哎呀，看到难度玩的，我就想站起来，站出来，差一点点，姐姐妹妹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这样很欢乐啊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要跟大家讲比数，比数呢，他们是两分，一分，
1分，所以他们处于不败之地。我只要答对一题，我们就稳。对，好，来来来来，加油！来第五题，这个容易了。心中男神变战 ，OK， 来花。走伸展才叠了狗吃屎，狗吃屎 ，OK OK OK。跟粉丝合照时偷翻白眼，我先。好。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。哇。你说如果没有爱，那又如何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看过你曾经最灿烂的笑容吗？看过你紧紧拥抱啊！看过你紧紧拥抱啊！爱的名字怎么了？你消失了。他第一句就有答案啦，就蛮明显的呀。大家都写完了，不能改了。第一句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。都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三个人都答对了。哇，那他们败之地耶，黄队不能再答对，还是有可能追平线索啦，就是一起拿线索啦。他们如果下一题再答对，我们就不可能会赢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就祈祷徐梦哲。我们祈祷徐梦哲，祈祷徐梦哲。对对对。搭电梯主谋偷放屁，但嫁祸于你。主谋就是这么过分啊！跟男朋友撒娇。我要抽到放电。不要再看花花撒娇，你换你撒娇一下吧。好，那我们两个就要放电了。好。你放电会不会跟撒娇差不多啊？好像是哦。开始喽，剧情 action。梦外努力浇了水，他在背后往前推，当我努力抬起头，我才发现我是不是梦了谁？不要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，一定有个人，他躲过。避过，闪过，瞒过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夕阳。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的歌。来了来了来了！感觉像仿佛窗外的夜色。他们三个还疑惑哎。曾经有那一刻，回头竟然认不得，需要从记忆再摸索。的人和他们关心的地方和那些走过的，莫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。你一定有答案。夜色哪里都是美。一定有个人，到歌名，他躲过。避过、闪过、瞒过，他是谁？只要有了解，有去听这个人的歌，应该都会知道，因为这个歌算很经典啊。我只凑出六个字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对啊，我怎么也只有六个字啊？我们从《西元界》开始。不为谁而作的歌，谁写字？差一个字啊！不为谁做的歌啊！不为谁而写的歌。差一个字啊！答案是不为谁而做的歌。他可他的作有写错字。哎，啊，那不对，那不对，那不对。刚刚作不是这个作，作的作。我不是这个作，算对，那字写错了。作是人字旁在那个作家的作，对，那就都没有啊。嗷嗷嗷！哎呀，所以获胜的是独立黄队。我们刚好三关各有一个线索。等一下，但这关所有人都能吃，因为第一名跟第二名是可以吃东西的，所以你们两个是我们其他两队是并列第一名，第三名两个第二名。都可以，大家都可以。哦，那线索是各有一个有线索，线索是有黄队给的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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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。哇，牛奶，这是一定是最新鲜的牛奶。对，那这个面是牛奶泡面的，好好吃哦，牛奶好香哦。哎，它有放蛋白、蛋黄，然后还有放肉，哇，好吃，虾子、丸子。真好吃，真好吃。牛奶好香醇。嗯，吃到食物，嗯，很好喝。哇，好好吃哦！这泡面这样弄真的还蛮厉害的。接下来王队可以听线索，嗯，等于一人各有一个线索。最后一关其实不知道要干嘛，但其实老实说，最后的结局还是决定在我们男生选对三选一。
才是最终结果。所以黄队，可以去听线索。好，终于换我们听。真女神刚刚有魔法吞血指，两个都有魔法，那只能三去法。所以有一个人就是可以不用再给谁了。对啊，对吧？好 ，OK， 这个算蛮，这个蛮蛮这蛮清楚的，蛮有用。真女神她是有模仿鞋子鬼，她模仿也是鞋子刚好。这个我有印象，就是不是圈圈就是那个花花。目前我还是觉得圈圈吧，对，她感觉比较，给我感觉比较真实。另外两个，抱歉，有点演得太过分了，太 over 了啦，太 over 了。根据我在演艺圈15年演成这样子，逃不过我们的法眼。对啊，圈圈，这次就选了。